这两天发现，后肩后背那个皮肤有损伤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到那个飞碟在背后刮到身上了飞碟在转，转的时候就刮到身上了刮到身上了，飞碟在转的时候是刮到身上了飞碟转的时候在刮到身上了，飞碟在转的时候刮到身上了飞碟在转。这，我现在我看到的那个场景是在海边上，海边上。这段时间那个飞碟出现在海边上的机会比较多这段时间飞碟出现在海边上的时间比较多，在海边上在海边上的时间比较多最近这段时间，飞碟在海边上的时间比较多这段时间，飞碟在海边上比较多在海边上比较多这个就分配的在海边上比较多海边上比较多，海边上比较多。为什么在海边上呢？海边上呢，因为现在夏天呢，夏天很多人去海边上，哎呀，又搞错了。去海边上的人毕竟少数同陆地上比起来，毕竟是少数你想一个楼里边，整个一栋楼里边，一个楼里边能去海边的几个人嘛？你还不如到那个靠近楼的地方去活动活动呢。到海边上去啊，实在是。到海边上去实在是太，赚的是比例太少了去海边的比例实在是太少了，去海边的比例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啊，这么海上，这是一艘船呢，船上也没多少人所以啊，这个概率太小了。即使在船上的话，很多人也不在那个唱歌看得见，就不是在面上，只在你在天上的话，人家也很少看得见，所以啊，这个方向不对了好，知道了知道这个事情再去。